呢個主題咧就係講到咧釋放脱離啊難於相處嘅人同埋惡劣嘅環境啊，即係人同埋環境咧，係我哋好擔心嘅其中啊兩樣嘢，令到人咧係好唔開心、好唔擔，即係好唔得釋放啊，好憂慮，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憂慮。咁呢樣嘢可以話俾你聽，任何人都係㗎，即係幾有能力嘅人，或者經歷過幾多次神嘅幫助嘅人都一樣會擔心嘅。 大家可以唔使忘記嗰份嘢先嚇，通常都係㗎啦。講到經節咧，咁你先望都唔遲嘅。咁我自己經歷過好多次，即係其實咧喺我以前做係即係牧師身份，即係喺一路都係牧師身份，不過喺教會受聘嘅牧師咧，一路環境咧就冇困難，因為始終嗰啲人工係每個月咁樣嚟咧。咁但係當我喺要開始自己教會嘅時候咧。 因為翻到去發覺咧係冇教會係聖靈開放而又想請牧師嘅時候，咁我只能夠自己去開新嘅。咁但係神為我開路咧，即係我睇到喺環境啊，即係困難嘅時候，即係我其實我記得嗰陣時翻到去美國啦，我見到即係其實我已經喺美國好長時間，不過翻嚟香港習慣咗香港周圍都係人。咁係翻到去嘅時候咧，一見到上巴士上咧，見到人，咁佢哋咧好多咧係。 即係譬如嗰個文化好唔同啦，咁呢樣嘢我都習慣嘅。但係個思想模式一聽佢講嘅已經好唔同㗎啦，即係我知道係有好遠嘅文化距離，同埋傳福音上咧有啲係比較困難，因為佢比較即係個有時咧，即係香港人咧其實係比較容易接近啲嘅，就美國人咧比較獨立嘅。咁第一個感覺當時我感覺咧就係、是、真係好。 好困難，我要開新嘅，咁我仲記得我嗰時開始咧，咩都未有做，我就企喺一個地方喺度派傳單，去同人嘗試傳福音，即係我經歷聖靈充滿翻去，咁我好想能夠將聖靈充滿帶翻去，咁即係有一個人咧，佢就見到我，咁佢就透過即係佢講俾另一個人聽，佢話你睇葉牧師企喺嗰度派傳單，即係係啲有啲好似覺得。 即係做嘅嘢落，即係咁意思，落魄咁嘅意思。咁但係我自己堅持，無論幾困難我去做。咁我其實當時嚟講，我係感謝神嘅。即係有間教會佢容許我，如果有人咧可以願意祈禱，我就帶佢去嗰個教堂嗰度祈禱，即係喺個附近，我就企喺度街嗰度。咁我就恒心咁樣做。但係神咧就會喺一啲不可能嘅情況，即係點解我分享呢啲咧？因為我想話咧，我都試過落魄過，即係困難過。 即係企喺街嗰度，我要開一個新嘅教會，咩都冇，咁誒點咧？咁又感謝神啦，有個教會佢願意俾我可以埋去嗰度祈禱。咁如果你開到聚會咧，就喺唔知禮拜幾邊個時間啊，可以開得聚會。呢個時間可以開到聚會，即係嗰啲最中意，即係人最多嘅時間就唔得啦。即係另外啲時間你就可以。咁即係都係一個開始，起初係咁樣嘅。咁後來咧就有另一間教會咧，即係我又感謝神呢一間。 咁佢咧就容許我喺嗰度侍奉，呢個都係即係都係一個 favor 一個恩惠啊！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喺啊，你睇到啊約瑟聖經講記載，佢喺耶和華面前蒙恩。當我哋行神嘅路嘅時候咧，神就施恩。咁佢咧就唔係俾我一個 full salary， 就只係俾我一個數目，但係都係好好嘅。即係我都覺得係恩惠，我真係覺得神嘅恩典係好大。咁然後有一日咧，佢同我講喎。 即係我而家分享啲過程俾大家，即係感受下啲困難嘅時候。有一日佢同我講，佢話咧佢要參加一個營，個營裡面咧，即係佢就想請佢做講員，不過佢就叫佢兩日。咁佢話我唔得閒去兩日，你同我代我去一日得唔得？咁我去喎，去到佢哋話，即係佢以為佢叫佢講兩日，其實唔係，佢叫佢去講一日，另一日參加。咁咧我就去到，佢話我冇叫佢講到喎，即係今日係你，即係。 嚟到參加嘅啫，咁但係佢話你嚟咗好啦，你哋又分享啦咁。咁分享嘅時候咧，就遇到陳仲輝牧師，可能大家都識㗎啦。佢即係以前我又識得佢喺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，咁後來佢又經歷聖靈充滿，咁跟住我同佢傾偈話，即係我而家我話我係喺香港經歷聖靈充滿，跟住翻到嚟，咁啊而家想揾侍奉機會，咁跟住咧。 咁佢就記得呢樣嘢，咁佢就寫低我電話啦。咁第二日打翻俾我啦，話第二個有個人牧師，佢話：佢話我咧幫過陳牧師，牧師又問我有啲咩可以幫得。咁嗰個牧師就話咧，我而家想揾一個牧師。咁啊即刻即係揾我，即刻見咗即刻就開始，即係呢個係一年嘅。咁但係呢個教會咧，其實對於聖靈。
係好開放，個牧師就好開放，嗰啲人就唔係開放。咁咧，我大嗰陣時跟住我就停咗啦。停咗之後咧，我就翻咗嚟香港，就做一啲少少嘅事。咁我喺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咁我就臨走嗰日啦，臨走嗰一兩日啦，我唔記得。咁我見到一個人，咁佢就同我講，佢話：牧師，我呢度有張支票，你收一張支票，你留喺度開教會。但係我太太喺美國，我一定要翻去美國同佢一齊。咁咧啊，但係如果你真係支持我，你可以支持我喺美國啊。佢話好啦，咁佢就支持我22個月，即係我就覺得係神嘅恩典嚟嘅，神嘅 favor， 即係好大恩典。咁咧22個月就嚟完啦喎。咁呢個人咧，佢又唔會繼續。咁嗰陣時咧，就有另一個牧師就話俾我聽，佢話咧可以做圓夢。咁呢個我都稍微分享過。咁啊，一打咗係全部滿曬座。咁咧就只能夠話申請下一年，但係留低個名。咁啊，申請嘅時候咧，點樣知到最後嗰個零禮拜打嚟有人走咗，而有150個人排隊。而我咧寫見證嘅時候，我寫埋我又經歷聖靈嘅愛啊，即係佢講嘅經歷咧，我覺得我一定要講嘅，咁我就寫埋點樣祈禱啊，經歷神嘅愛，又幫好多人祈禱啊。咁哇，佢哋睇到，即係佢哋唔想揾認真嘅牧師嘛，但係居然佢又會揾到我去嘅。你話即係，我覺得係神好奇妙嘅，佢做啲嘢咧，即係廣東話有句，即係呢句話就唔有半唔係幾好嘅，就是、神推鬼拱啊，即係呢句就唔係好嘅。不過意思我哋就講啱，神推冇錯，即係神推佢都唔知點解啊呢個啊好好。好啦，照佢啦咁，即係呢個係即係神嘅恩典而臨到最後嗰個完啦，咁啊個個都好緊張，我又唔得閒，因為我又做緊牧師嘅同事，即係嗰陣時已經神為我預備喺一路有個教堂，佢又願意俾我一路做，又唔收我錢，即係我用嗰個地方啦咁。咁又到最後，我先打去一個醫院，打去嘅時候佢啱啱嗰個軟木咧就上10日走，咁然後咧我就。就我又我十日我又完啦，咁啊留低個電話，跟住咧佢又打俾我，咁我覺得即係神咧喺好多事情上幾困難，即係你好覺得冇可能嘅時候，神都幫助你。咁咧另外有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嘅，即係之前我當我離開傳統嘅教會嘅時候咧，我離開嘅時候我係諗住去菲律賓嗰度咧專心祈禱入翻去美國嘅。咁我當我係咁做嘅時候咧，就有人話。不如你講一個想我講一個聖靈充滿嘅課程，咁我就去講。講嘅時候咧，咁我又有個牧師話緊咧，可以喺佢個教堂嗰度咧有祈禱會喎。咁啊，我要參加。參加之後咧，跟住佢就叫我去日日去帶領。咁喺帶領之後咧，後來咧就越嚟多人參加啦。咁咧就，咁我就話我想菲律賓嘅聖靈充滿。呢度有成班都聖靈充滿，成班都好渴慕啊！當你聽到我教呢個課程話。一秒鐘一祈禱，即係聖靈充滿。哇！佢哋即刻聽到，哇！好好神，好神。咁於是佢一班人咧，睇住佢真係好大改變。咁有一個好明顯嘅，佢好懶惰翻教會嘅。佢去到個聚會，哇！聖靈充滿，即刻成個人咧就，佢喺佢個女面前，佢咧就充滿喜樂，好似雀仔咁跑。佢個女望住佢，做乜事咧？咁樣點解咁喜樂嘅咧？跟住砰一聲咁啊跌咗地喺度，哇！喺度充滿喜樂，即係。佢就跟住改變，咁另外一個人咧，咁我又同佢講咧，説話即係神咧係好有憐憫，神咧要使用你。佢聽咗之後，佢話呢個咧就係喺佢唔知十幾年之前咧，神對佢呼召。咁係前一晚喺個祈禱會前一晚，神話俾佢聽嘅，而牧師會再一次 confirm 你嘅呼召，因為佢話咧我唔知道係咪神呼召我。咁而第二日咧，我又唔知嘅，即係好多時我講説話咧，我又唔知道係。即係點樣嚟咧？總之有個意念，咁我就照講啦。咁啊，照講講完之後，佢話：尋晚發夢咧，就神就話俾我聽，今日咧，牧師會 confirm 我嘅呼召。今日真係咧，神咧係咁樣去呼召佢。我想講就係話咧，神係知道曬一切嘅環境、一切嘅情況。咁有一次咧，有我哋教堂咧，我哋嗰時即係美國時候做好多嗰啲教導英文啊、教導音樂啊嚟到傳福音嘅。咁啊，帶咗個人嚟。那個人是不信的，咁咧就話佢要見一個政啊，即係政府嘅部門。咁而家就仲爭咧係，即係幾啊冇幾耐時間咧就要佢又要閂門噶啦。咁其實佢早啲嚟到，但係因為我有負責，我唔可以一早走噶嘛。我最多我早啲走，但係我唔可以太早走。咁我走嘅時候去到咧，嗰個地方只有20分鐘就閂門啦。
咁我哋入到去之後就問佢，佢因為佢一個人負責嘅，咁我就話嗰人喺咪度咧？佢話走咗。咁其實未去之前我就祈禱嘅，我話一齊祈禱話，我哋未祈禱之前我哋唔知發生咩事，咁我哋好多事都係咁嘅，好多事情咧我哋唔知點樣，咁我哋就祈禱。咁咧但係好多時咧神咧就應允，咁我就話俾個人聽，如果你應允嘅時候你唔好話偶然喎。即係我哋而家你都唔知道，如果你自己知道，你不如自己去做啦。如果你唔肯定，你而家求神幫助你。咁我哋祈禱，你就唔好話偶然發生。咁我哋就祈禱，跟住去到二十分鐘，佢就已經散，即係走咗。咁佢走咗，跟住咧，我就聽到一個熟悉嘅聲音，係我識得嘅喺裏面。咁我行入去問一問佢，佢話我都做唔到嘅，即係喺嗰個部門啦。佢話我都做唔到，咁咧就淨係咧係要等個人。咁於是我出翻嚟。出翻嚟之後咧，咁企喺度話有咩辦法咧？咁冇辦法，咁啊就準備走啦。就喺嗰陣咧，嗰度門開咗，嗰個人就行入嚟。咁一行入嚟咧，咁咧嗰個人咧，即係想我幫嗰個人，佢即刻指嗰個係啦，咁佢又唔敢出聲喎。咁跟住我就請你留一留低，佢有啲嘢想嚟幫，跟住佢就攞入去，應該即刻批准咗，即刻搞掂咗。因為嗰件事咧唔搞掂咧，佢話跟住咧佢爸爸就失去咗嗰個福利啊。咁啊即係好大件事噶嘛。咁我就話求神幫助，咁我話神而家幫你，咁你覺唔覺得神幫助咧？咁佢又當時覺得，咁我同佢喺車嗰度去祈禱，咁佢又經歷到聖靈嘅能力啊，咁我話神嘅能力喺身上，你要信從耶穌啊，跟從耶穌啊，但係呢個人係冇嘅，即係佢當時真係經歷聖靈，兩方面就係神嘅幫助同埋聖靈嘅臨在，但係人就係咁啦，即係人嘅回應往往係令人失望。但係我都成日，我當我幫助人經歷聖靈嘅時候，我成日都鼓勵佢，你真係去遵從去行神嘅路啦。神真係會幫你嘅，神真係會為你開路嘅。咁而真係好多時係見到一啲神的奇事嘅。我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去做傳福音嘅時候，有人唔信，我哋都行久，但打定預防針。我成日都會傳福音之前，我問一句嘅：如果真係有天堂，真係有地獄，你行到天堂門口、地獄門口，你會行邊條路？如果真係有喺你眼前有嘅。咁好人都話我去天堂，有啲人真係我唔介意，冇乜所謂嘅，唔緊要啊，第時先算啦。真係有人嚟咁答我喎，呢、這個我好難理解，但係真係有人咁答。咁有啲人就話我好想去天堂，咁我得啦。你如果你肯定有嘅，你一定去啦。我話俾你好多證據嘅，係真係證明，真係神係真嘅。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即係有好多人因為佢呢個心理準備，即係好多時我會做呢個心理準備先。咁佢當佢聽到神嘅證據或者經歷聖靈咧，佢有啲就會願意。但係咧，好多時往往因為家庭嘅難阻，各種嘅困難，好多人就跟住又有啲又消失啊！即係好多樣嘢，我見過人經歷聖靈好強，所以經歷聖靈唔擔保佢一定會改變，即係掃羅一樣嘅。但係佢可以改變，佢可以好大改變。我見到有啲人哇，經歷到好感動，佢話真係啦，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咁嘅經歷㗎。哇，真係好啦，真係好啦。但係後來我都係懶啦，即係打翻俾佢叫一次佢翻一次，跟住佢又冇叫咧，佢又冇翻。咁咧就即係我有時見到咧，真係好多人咧，佢係即係個心裏面咧，好似唔醒悟咁啊！但係咧，我哋求主幫我哋有呢個信心，我哋持續去做，同埋環境幾困難都持續去做。咁另外就係人啦，即係其實我作為牧師係即係好容易，即係實係見到好多人，同埋人係帶俾我哋開心嘅。呢個真係嘅，喺侍奉其中一個開心原因就係見到人。咁我喺呢度見到你哋都好開心嘅，真係好開心見到你哋咧。好留心聽啦，好多回應啦，好多參與啦，喺呢個服事祈禱啦，咁我都好感謝神，同埋有渴慕嘅心，好感謝神你哋嘅回應，係俾我好大嘅鼓勵。咁我哋亦都係侍奉嘅時候咧，真係喺侍奉裏面咧，你落即係真係投入去做，唔好計較乜嘢，真係盡心去做。每一個人我見嘅時候，我真係望住佢眼，我真係聽佢講，留心聽佢每一句說話，每一個字眼，留心睇佢流佢個表情，佢有冇即係喺個過程中流露出佢心中內心嘅嗰啲重擔。咁我心係咩咧？就係祝福。當我成日都係咁祝福嘅時候，即係好自然啊！神咁好，我要祝福人啦。就係咁嘅時候咧，神就祝福我嘅，即係好多開路。嗱，我又講另一個情況，真係好奇妙。我喺2009年，咁我就準備帶我兩個教友。去宣教，咁啊去短宣啊，咁啊就三個人嘅機票，你諗下，即係來回，即係由翻到嚟香港都好多錢啦咁。咁我就當時咧，即係我而家唔會做呢樣嘢嘅。當時我喺網上我就
即係我就唔係發俾啲人咁咯，我就係咧，我唔記得係點樣樣嘅，有個人同我傾偈，咁我就話咧，我就啊準備去宣教。咁咧就佢就識得我咧，即係過咗個幾禮拜之後啊，咁佢就話我會支持你。哇！你都未識得我，會支持我咁。咁咧後嚟真係喎，三個人嘅來回機票由美國飛翻嚟香港，三個人嘅支票，佢係識我只係個幾禮拜喺個網上。即我想講咧，就係神嘅供應咧，即有時你都難以想象嘅，即神嘅祝福透過人，即用不同嘅方法。即你相信幾困難嘅環境咧，你都有信心。咁譬如第二年，我真係同我啲教友出曬錢嘅，出佢冇錢啊嘛。咁我即係話你有錢嘅時候俾翻我，即我自己憑信心去做。咁佢而家冇錢俾翻我，但係我自己相信神嘅祝福，我亦都睇到好多神嘅祝福。其實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嘅時候，我應該全部錢用曬。但是呢神呢又令我開路，又供應我的需要，即是神是很奇妙的，即是在什么環境之下 都相信。而在人呢，我自己是經歷過很多不開心的事，很多重擔，即是形形色色的。那這個處理是很重要，怎樣能夠保持時時喜樂輕省，因為這樣我才有自由。即是其中一個人，我為他祈禱，他釋放很困難。我覺得個原因呢，有時呢即有些你跟他趕情硬是趕極都趕不完，為什麼呢？其實那個問題我發覺很多時候就是他的罪或者他的情緒處理不到，他處理不到的時候，他的心裡面不得放，而且他有些東西被魔鬼捉實，所以他硬是趕極他趕不到。我都發覺趕情的時候最重要就是這個人能夠處理他的問題，相信神的祝福，願意離開罪，全心的相信，這個第一啦，願意離開罪啦。第二咧就是他相信耶穌真係有呢個權柄去趕逐污鬼嘅，咁即係真係勝過一切邪靈。咁我試過啲情況咧係趕好耐，但我亦都試過啲情況好快嘅，真係一兩次咁咧就好短嘅啫喎，就一聲即時就冇事，下一次再趕一次即刻冇曬事。咁咧就佢點咧係佢願意離開罪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，願意離開罪。咁咧，通常嚟講咧，我之前其中一個經驗喺呢度講可以講啫。有啲人咧有邪靈彰顯就好緊張，佢自己緊張好多反應噶嘛。咁我就話咧，你相信耶穌而家祝福你，相信耶穌可以將啲邪靈趕走，你願意生命俾耶穌，遵從耶穌啦，放鬆你嘅人。然後咧，即係同佢斷絕啲關係先啦，啲邪靈嘅關係啦，然後咧就認罪啦，求耶穌赦免啦，然後咧就即係首先係祈禱聖靈充滿先。成日充滿之後咧，跟住叫認罪，然後斷絕呢啲所有嘅邪靈嘅關係，又奉耶穌名趕邪靈。咁樣叫佢咧，佢有時好緊張，係好多好多張面話：嗱，你放鬆，好容易走嘅就啲邪靈。放鬆啊，即係信心啊，放鬆放鬆，一吹出嚟，我一趕吹出嚟，好多事啦，鬆咗。即係好多次我哋見過情況係咁樣樣嘅，係人嗰個信心啊。即係當人相信嘅時候，佢就能夠得到釋放。咁我講開人咧，咁我即係我都曾經講過好重擔，好唔開心。嗰陣時咧，我真係覺得好難處理，因為見到有個人有個傳道人咧，佢因為即係我喺同一教會侍奉，但係佢就因為有佢嘅期望啊，對於我好大期望。其實佢對我好多恩惠嘅，但係佢有好大期望，佢好想我達到某一樣嘢。咁佢發覺我達唔到，即係佢想嘅期望達唔到，咁於是佢就。即係佢嘅心又好唔開心，其實佢又好辛苦喎。咁佢亦都用一個即係閒話嘅方式啊，就講俾我太太聽，跟住我太太傳翻俾我，就必然㗎啦。咁變咗我咧就聽完之後咧，即係一路咁聽，總之好多事都會聽到嘅。佢點樣唔中意啲乜嘢？咁跟住我就聽到我又好即係好即係心好重啊，好沉重。咁嗰陣時我就。即係我曾經就翻過嚟香港十日，就覺得好輕省啦。咁但係咧，一諗起翻呢個情景，又重翻嘅。咁但係我就學一樣嘢，就係不斷。但係嗰個過程，我發覺唔容易。咁我一度掹住耶穌，一路呼叫耶穌，嗰陣時都未聖靈充滿嘅。咁另一樣嘢，我就係要唔好理會，唔好俾佢影響。咁呢樣嘢我後來係做得更加好，即係當時嚟講係一段長嘅時間啊，唔好理會佢所講嘅説話。咁後來咧係有一件事讓我釋放嘅，咁呢件事咧其實咧係一個即係我體會一個心態，即係體會到一樣嘢，就係人話我哋未必佢係啱曬，即係其實佢有啱嘅地方嘅，
不過佢用嘅方法用錯咗，即係佢有啱，佢有好嘅一面，佢想我改，佢唔係想害我嘅，佢想我好，不過咧用嘅方法用錯咗。咁嗱，其實呢個過程咧，佢所即係我首先澄清就呢個人，我同佢關係非常之好嘅，非常之好嘅，即係佢亦都係真係喺我生命中係一個好重要嘅祝福人物，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係佢好重要嘅對我嘅祝福嘅。咁即係神係真係使用佢，但係有時人都係最祝福你個，可能有時都有啲地方有傷害。咁當時咧，即係因為有困難，牧師就叫我哋去見輔導啦。咁去見輔導嘅時候咧，就當輔導講出個問題嘅時候，佢唔係好接受到，即係佢個即係輔導就覺得佢好似有種擁有性啊，即係喺我之上，好似擁有我，我一定要跟從佢嘅方式咁樣咁嘅意思啦。咁而輔導講咗一樣嘢咧，即係嗱呢樣嘢其實我完全係唔係講呢個人嘅，最主要咧就係話人可以俾我哋傷害，而我哋點樣去接納？咁佢點樣處理啊？當時輔導就講一樣嘢，佢話你唔好將呢啲嘢，即係見到我嘅事情同其他人講啊。咁咧佢就即刻答咧，佢話冇，即係當時我都提出，即係話因為佢哋幾個姊妹咧。好多唔會講咁，我就提出佢話我冇咁樣。咁啊翻到嚟之後，牧師主任牧師就問我哋：你今日輔導點啊？咁我就話嗰個人咧就話你即係唔好同屋企人講，唔好同嗰啲姊妹講呢個情況。咁佢就話冇。咁當時個牧師一個反應係話你冇，因為牧師知道佢有。咁佢一冇，佢冇得答，即係冇得出聲，佢冇出聲咁佢。咁嗱，其實呢個即係佢當時嘅軟弱啊。呢、这個原因就係佢係講大話，咁佢因為要保護自己，咁但喺我心裏面咧，點解有釋放就話，其實我諗一諗就係佢嘅問題，即係話佢都講大話，佢有呢個問題去講閒話，其實佢有個問題，即係我唔好咁諗得佢，即係有時始終有一種感覺就係、好似佢在上我在下，其實佢都係同我一樣有佢嘅困難，咁我就其實。人人都有問題，好似我曾經講過，好似個黐線佬話你係傻婆傻佬，你唔使受佢影響噶嘛。咁我有時諗下，即當時我就話，其實佢都有佢嘅問題，我有我嘅問題。咁其實我點解要咁介意咧？計佢所講説話，佢説話唔係真係真理嚟噶嘛。咁於是我嘅心當時係鬆咗好多嘅，即係但係咧，我唔係因為咁所以又睇小佢喎。其實我一路想同佢和好啊，想祝福佢啊，我見親佢，我哋都係講好好嘅説話，即係。是我時時都是個心態咁嘅，我唔會記掛，唔記掛人嘅所有發生嘅事。咁但係我想講呢個過程就話，有時有啲人傷害我哋覺得好大件事啊。其實呢啲人可能佢有好多背景上嘅痛苦，好多佢嘅煩惱，佢嘅細個嘅長成，佢受嘅傷害，咁佢就會將佢嘅方式加在我身上。但係我受落嗰時咧，我哋就覺得好大件事，好辛苦，好沉重。咁咧就哇，成個真係好似爬唔起嚟，即係有人咁樣睇我嘅時候，好似爬唔起嚟。但係當你諗到其實佢都有佢嘅困難，佢有佢嘅軟弱嘅時候，佢講嘅説話唔係真理嚟嘅，唔使咁上心嘅。即係神都唔會咁樣，魔鬼啊晝夜控訴我哋嘅，但係神咧就唔係晝夜控訴嘅，即係神唔係咁樣做嘢嘅，佢咪日下咁樣控訴你，等你改變為止。神係用愛嚟到感動，但係人有時咧就會用控訴嘅方式。咁你當所以有人控訴你講啲説話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好受落咗佢呢樣嘢，即係四兩射千斤，就話呢個係佢嘅問題，係我去處理，我去面對，但係我唔使受佢呢個言語嘅影響。當我哋咁樣唔受人影響嘅時候咧，咁又曾經有教我講，咁你真係好簡單啦，又唔怕死，又唔怕病，又唔怕冇曬錢，又人哋講嘢又當冇事咁樣啊，冇嘢啊，耶穌愛我，咁你咩煩都冇咯。我話係啊，係咁簡單嘅啫。但佢哋就覺得太容易啦，太簡單。但係就係咁簡單，其實就咁容易，就係咁放鬆，即係話所有人講嘢唔使上心嘅。即係就算呢個人啊，係一個好權威嘅人，譬如咁啊，即係真係呢個人好啱嘅，佢真係話俾你聽你錯。或者你做咗錯事，咁我就死啦！哎呀，從此以後，我侍奉嘅機會可能冇曬啦，可能咧，即係佢對我唔再信任啦，可能咧，我以後咧打折扣啦。其實我哋唔使擔心嘅，即係有時我哋擔心過頭，其實可能嗰啲同你講都唔係咩意思，反而你話多謝你指教，多謝你提醒我，你去咁樣講，反而佢話
孺子可教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好多人領導嘅人都係噶，佢唔係揾一個完美嘅人，即係神都係唔係揾完美嘅，係揾一啲可教嘅人啊。即係你教完之後，你會話多謝你教我，多謝你提醒我，我做唔到，請你再提醒我。咁佢就覺得孺子可教，呢個可用之才，即係一個如果一個開通嘅一個領袖啦，佢見到你呢種心態，佢係會去接受嘅。咁嗱，呢個一種情況就係話佢對你嘅指責，你能夠去即係話好，我就去接受。但係始終個心有種硬住，嗰種硬住係咩咧？佢真係唔中意我啦，有啲嘢唔喜悦我啦，見到我嘢佢心裏面唔開心，唉，唔知幾時翻返轉頭佢可以中意翻我咧？咁即係我哋有呢種咁嘅唔開心啊！即係總係咧，人哋講完啲提議之後咧，哇個心梗住落去，落去街都好行噶。哎呀，好辛苦啊！哎呀，今日聽呢句説話好梗住啊！咁我哋咧，即係真係自己喺度宣告，其實神呢個出於好意嘅，即係我哋就係一個人咧，好容易敏感啊！即係人係好易敏感，就覺得哇世界末日。但其實咧，最高領導人就係神咧，佢咧就話。唔緊要㗎，呢啲事情發生你學習就得㗎，你遵從神就得㗎，你行神嗰路咧，所有人講嘅説話，人哋對你睇法，全部都會過去㗎。即係你咁樣睇嘅時候咧，你分析到自己內心世界，你就唔受影響。即係實在太多人係周圍嘅人嘅傷害，令到我哋冇力量。但係當你真係相信嘅時候，你唔受啲人影響咧，你嘅心就可以平安起落。咁亦都有時咧有啲芥蒂啊，即係人與人之間有啲芥蒂，有芥蒂又好慘喎。即係人與人之間咧，如果你去一個聚會咧，去一個教會，個個人都對你好低，唯獨一個人同你有過一件事發生過，你同佢講嗰啲説話傷害佢，或者佢同你講嘅時候傷害你，跟住你見真佢嘅時候，就算佢笑住見你，你都好似見到佢笑背後有啲好似有啲唔知接唔接受，個心係凝住，唔知佢接唔接受。嗱呢種情況真係好辛苦啊！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，真係好辛苦，好痛苦嘅。你直情咧冇辦法能夠釋放啊！人哋一敬拜讚美牧師講咩道，你都冇聽到，因為你個心又諗緊嗰人，即係喺個過程中，你嘅心裏面就全部喺嗰個人身上。其實真係好唔值得嘅，即係同人之間有芥蒂，即係所以用有咩嚴苛啊？同人中間有咩嚴苛啊？總要用愛心包容，用和平去饒恕，就係咧神啊，唔好怕面目。其實即係我尋日講嘅就係、是、我睇過一套電影，啲人死咗。我就想像我自己一日死咗嘅時候嚇，咁、即係我係曾經祝福好多人，但係咧有一日嗰啲人都要翻工，都要做佢嘅嘢㗎，咁啊，咁啊，葉牧師從此以後歸於塵土啦，咁咧都係過去咗。雖然喺天上我同神一齊啦，但係其實我死咗之後都係一個在地上消失咗嘅人。咁係咪咁大？即係我哋咁巴閉，其實唔係嘅。好啦，俾人哋有啲做錯，委屈啲，謙卑啲。請你原諒我，對唔住，斟杯茶認錯，請你原諒我。我咧就算我哋大部分佢錯，我哋就係態度錯咗。請你原諒我態度唔好，請你原諒我。點解咧？你做完之後咧，你又要釋放自己喎。你要咁講，我做咗啦，佢唔原諒我係佢嘅問題，我唔好孭住上身。我就係祝福佢，成日祝福佢，成日都話我要祝福佢，我要祝福佢。咁你任何人咧，其實冇一個人我哋使驚喎。冇一個人，你話佢係掌管呢個侍奉嘅權柄嘅人啊，掌管經濟嘅人啊，其實唔緊要，因為背後係神掌管嘅，神會為你開路。譬如我自己曾經侍奉去宣教嘅時候，幫助啲教會經歷四年，好歡喜嘅，有啲好歡喜。但有啲咧，咁我成日通常我一未開始緊問嘅，你哋對於四年工作接唔接受？咁我有時我即係多數我都講曬逐樣講曬嘅，接唔接受？咁有一間教會我就因為去開成日都係一個牧師介紹，咁我就去到嗰度，咁我就冇詳細問佢啊，我只係話你接唔接受？佢話接受咁，我照講啦。因為照講嘅時候，佢就話有啲我哋接受唔到，呢啲係另一派我接受唔到。咁咧就於是我就順從啦，即係順從佢。但係總之喺個過程中咧，我覺得佢有啲猛震。咁猛震嘅時候咧，咁我心咪驚住死啦！唔知會點樣樣，即係個人總係會驚、會擔心，又會覺得哎呀死啦，唔知會影響咧。但係其實只要我哋當時都謙卑嘅，
佢俾你做幾多就做幾多，就謙卑。因為如果我哋有時我哋會驚啊，死啦！如果我破壞咗呢個關係，因為佢傳開啊，葉牧師咧佢係咁樣嘅，太過咩，即係做啲嘢太過誇張啊！啊，佢係咩靈恩派啊咁，佢一傳開之後咧，可能反而封閉我哋嘅路。但係你話我有個謙卑嘅心，我唔好破壞任何人嘅關係，唔好讓任何人嘅關係攔咗神嘅成功，神喺我身上嘅計劃，我要讓呢樣嘢成就。咁你就真係去處理謙卑嘅認罪，亦都為呢樣嘢禱告。咁我亦都曾經試過咧，有啲人咧係反對聖靈充滿，咁佢咧就即係做好多嘢去反對啦。咁我當時嘅心咧真係好唔舒服，我知道係呢個人反對，咁我就曾經有啲意念啊，就係我審判台前咧，將來有一日要交帳，咁咧佢就會見到所有即係佢做嘅事嘅破壞啊咁。咁我就，但我又諗下，神啊，其實都係你都係憐憫嘅，你都係憐憫佢嘅。其實佢按照佢傳統嘅方式，佢忠心做佢嘅嘢，佢認為咗要清除個教會裏面所有聖靈嘅工作，呢一類嘅聖靈工作，佢做佢一份。咁其實或者佢嚟講，佢都係忠心嘅。咁我話好啦，我接受呢樣嘢。咁啊，求主幫助佢喺佢嘅方式，佢忠心。佢喺度見主面嘅時候，神會話佢係忠心又良善嘅仆人。咁我即係我自己調教，但我發覺咁樣祈禱咧，都唔係一次喎，即係我會耐咗咪諗翻喎。咁一路祈禱，一路祈禱到鬆曬為止，即係一路祝福佢，一路祝福佢，神啊，祝福佢，憐憫佢，保守佢，保守佢嘅信心。即係我都會咁樣去做。咁譬如我行過任何教會，咁有啲教會我知道好明顯係反對聖靈工作，但我行過，我能祝福佢。佢用佢嘅方式去祝福人，佢都係蒙福嘅。即係或者係有時同工會啊，有啲人不同嘅分享啊，咁我都聽到嘅時候，我成日都提醒自己要祝福佢。咁我曾經呢樣嘢係試過有一次。有個人分享的時候，他呢就分享的東西呢，我聽完之後他心裏面有一種藐視的心態，即是說他的經歷都不是那麼強，他的根深不是那麼強，他分享的不是那麼強。當我一想，神就罵我，即是告訴我，你是誰，他的改變都是我給他的，無論他多大多小都是 神改變的，即是我心裏面就立刻降服，即是神啊，你幫我吧，對，真係對唔住，求你原諒我。我真係咧係好容易，人真係好容易諗埋啲唔好嘅嘢，睇小人嘅。咁我就求主幫助我，即係以後咧聽親人乜嘢見證都好啦，隆起耳朵就唔好話乜咁平凡嘅，即係唔好咁樣講。幾少嘅見證都係感謝耶穌，多謝耶穌嘅恩典，凡事都謝恩，所有人都欣賞佢嘅長存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冇敵人，心中亦都冇一啲黑名單啊。如果你有黑名單是很痛苦的，那些被人列在黑名單也很痛苦，是真的有傳道人是有黑名單的。那些教友的感覺他知道的，人是很敏感的，人和動物都很敏感的，即是你人呢，你小孩呢，他知道爸爸疼他多一點，媽媽疼他多一點，他知道呢哪個小孩是被疼多一點的， 他知道的。當我們在我們的表情不知不覺地，我們對教友的心態呢，有些你見到他你自己笑得燦爛的，有些人你笑不出來，因為他心裡面笑不出。那我們都要留意，我見到這個人好像笑不出，我就求主幫我對著這個人都要笑得出，因為要祝福他，即是在他心裡面清除任何的渣滓，這些任何的小小的渣滓就可以破壞我們跟神的關係，任何的不原諒，任何的缺乏祝福，缺乏這種欣賞人的心，都是神要的。即是任何負面的思想，當你這樣做的時候，人都是感謝耶穌，神看中我，神又看中他，個個都看中的時候，這是一個合一的靈。即是如果教會都是這樣，其實我們經歷聖靈的弟兄姊妹，我們都是這樣的時候，我們去周圍接觸的時候，他會看到原來經歷聖靈的人是這麼平安的，這麼愛，這麼有愛心的，他就會接受聖靈工作更多。那我希望呢，以上我講的說話讓大家真的決意，就算人家錯 99%， 我只是錯 1%， 或者我錯 0.0001% 都好，我都認錯，或者他真的錯很多，他對我有傷害都記住的，其實他傷害你，他都是曾經受過傷害，你就去原諒他的時候呢，你的心呢你就鬆了，你即起碼釋放自己，為何何必因為人的問題而背著重擔呢？那我鼓勵大家真的過一個這樣的輕省的心，並且經常祝福人，這個是最重要的，經常祝福人，見到人就想著我可以祝福他，其實這個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但有些人有很多原因，我有時候害怕，我做會不會他不喜歡啊，其實你不用害怕，
就算一個大牧師啊，好有能力嘅牧師，你同佢分享，你唔使教佢。當然你見到個大牧師，你唔使分享教佢點樣做點樣做啦。你分享啊，神點樣喺我身上工作，佢聽到佢都會好歡喜。當你一個純粹去祝福嘅心態，唔係教人嘅心態嘅時候咧，好多人係好受落，你就可以影響到人。你嘅心裏面祝福人嘅人，必定蒙福嘅。可唔可以咁樣樣啊？可以嘅。其實我哋決意就可以，亦都決意保持教會裏面嘅合一。譬如你見到有兩個人有言不，係好困難嘅，有時真係好困難。咁你咧就同佢，即係你為佢祈禱啦，你又同佢傾偈啦，聽佢講啦。如果你係神派你喺個時候處理呢件事嘅時候，用愛心，咁啊喺一啲咁嘅情況去幫兩個人和諧，有啲話好緊要，好緊要嘅，千祈唔好企埋一邊，兩邊都要欣賞，千祈唔好話。你好，即係好似呢邊成日講呢邊錯，嗰邊冇錯。其實兩方面都會有佢錯嘅地方。咁就算有錯嘅，都去體諒佢啊，即係唔好用嚴厲嘅説話，即係話我體諒你呢個情況。人好容易會出口講錯嘢，人好容易會做一啲咁嘅事。咁我都明白你做咁嘅事，咁咧我都知道你心中會有唔舒服嘅，你感覺係點樣？咁若佢講出嚟嘅時候，佢真係佢心中都唔舒服嘅。咁其實我哋大家都想和好嘅，大家都係弟兄姊妹，何必有呢啲嘅芥蒂咧？即係就算有人錯嘅時候，唔好似睇死佢啊，唔好似咧，即係好似你就冇希望嘅。咁咧，佢覺得你接納佢嘅時候，同埋你關懷佢，你會跟進，你會記得佢講過俾你聽佢嘅問題，你嘅心裏面關注嘅時候，佢就會受你幫助。咁好多時有啲夫妻輔導都係㗎。因為丈夫即係好事係多啲情況，就係個丈夫唔理太太乜滯啊，咁啊輔導好容易要傾向就猛咁啊，叫丈夫你做乜做乜，你太太要求嗰啲嘛去做啦咁樣。咁其實好多丈夫咧，其實好多丈夫佢唔係好講嘢係咩原因咧？就係因為佢太太成日太多嘢講，成日都要佢做乜叫佢做乜。咁咧個輔導又係咁樣嘅時候咧，佢就唔係好聽嘅。咁所以輔導即係尤其男性是真的要敏感，就是不要令到他覺得他的自尊受到冇曬，咁佢咧就唔會聽我哋講説話。即係輔導的時候，我哋不要將人的自尊咧，即係完全咧將佢放低曬，讓到人受傷害的時候，佢不會即係我哋幫助不到佢嘅。好，咁我哋即係其實我以上所講嘅都是我很多的經驗啦。咁我希望都幫助到大家。咁我哋睇經文的時候，都係呢啲經文都是應用翻呢啲嘅，即係講到翻呢啲嘅真理出嚟。詩篇118篇第6節都是我很喜歡的經文的。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這句說話真的很重要的。耶和華幫我，有誰人能夠傷害我呢？我怎麼怕人呢？即是我都說過，我怕，我是有種怕，我不怕老鼠，我不怕黑，我不怕一個人，我怕呢怕人的批評。但是我現在開始要改變心態，我要說我歡迎人的批評。當人說的時候，當然我希望人說的時候不要真係拆咗你噶嘛！即係有時講嘅説話嘅方式，我哋基督徒要留意。你未曾勸勉人之前，記得講多啲正面話，講欣賞嘅話、鼓勵嘅話。講嘅時候亦都用一種好和諧方法，最好唔好講佢點錯，又問佢翻呢個情景，你覺得咁樣做法好唔好？即係或者你咁樣做嘅時候有咩感覺？即係問佢啊，邀請佢問。咁呢樣嘢係好重要嘅，即係等佢自己講翻出嚟佢自己思想。咁我哋即係。不要去傷害人，但我們受人傷害的時候不要那麼害怕。就算你看到耶穌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是絕對有權柄將人釘十字架，但他都說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權柄，你毫無權柄辦我的。詩篇23篇第4節5節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。這裡講到死蔭的幽谷多困難的環境，好像一切都絕望。你聽過有些在逼迫的時代那些教會那些基督徒怎樣受逼迫，但他依然十一奉獻，依然忠心跟從神，依然保持他的聚會在受逼迫的情況，但是他神祝福他。即是當你行過死蔭的幽谷的時候，你反而經歷很大力量。我們發覺在那些經歷過的基督徒反而有力量，所以我們有困難，我們不要說神啊，我不要困難啊，神啊，我好苦啊，好苦啊。其實在困難就是我們學習的機會。我覺得這一次我回去美國是一個神給我一個磨練的時候。即是我今次回來和我上次在
喺香港嘅時候咧，神真係磨練我，自己睇到神好多地方磨練我，以致我能夠即係性格上能夠放低啲，能夠俾神叫我柔軟啲，即係個侍奉更加廣闊啊，更加自由。咁你都可以嘅，你真係而家受緊苦咧，你就話神咧而家磨練緊我，我就順從啦。我就經歷過呢啲嘅困苦，要依靠神嘅，要面對人嘅困難嘅，我就依靠神。神啊，你係我唯一嘅幫助，就係、是、呼求神啊，你係唯一嘅幫助。咁我哋就行過死陰幽谷之後，哇！忽然間變咗一個滿有能力嘅人，滿有喜樂嘅人。咁亦都我哋而家可以決言，我有滿有喜樂。咁當然咧，有時我同你傾完啦，跟住上去落去樓下嗰度傾嘅時候，跟住有啲人就話：，唉，我好困難。真係聽完。聽完道嗰時咧，啊，好好啊，得，我可以出去，我有信心，我有喜樂。一落去，哇，好似啲困難，即係我聽完都係噶，哇，不原來你咁多重擔，哇，咁多煩惱，即係我都覺得哇好難啊咁，即係我都即刻話俾自己聽，喺呢個困難真係好似好難，但係神都會俾力量嘅。咁我又好感謝神喎，喺我見咁多人，我又發覺佢哋都有力量喎，即係不過有時又不足咁解，但係佢都有佢嘅力量來源，即係神都會教我哋嘅。不過我哋點樣能夠釋放更多，唔好淨係少少釋放，更大嘅釋放，行過死陰幽谷唔怕嘅，喺敵人面前唔怕嘅。但有時啲敵人咧唔係嗰啲大敵人啊，即係冇人係大，即係大完全反對你嘅人去攻擊你。有時可能係周圍嘅人，甚至有時係基督徒，佢係朋友嚟喎。不過有時佢講嘅説話可能令到我哋唔開心。或者有時我哋敏感過頭，要記住呢樣嘢。有時我哋敏感過頭，但係咧，總之咩情況都好，我哋都神咧都為我擺設筵席。我哋又唔好咁敏感。有人即記住一樣嘢，有人提議你有咩改咧，你要感謝神，多謝嗰個人，多謝你話俾我聽我要改嘅地方。咁你就冇問題嘅，你就冇咁敏感嘅。即有人指出我哋嘅錯，唔係咁大件事嘅。好啦，約伯記八章廿二節，恨惡你的要披戴塵蔽，惡人的帳篷必歸於無有。咁呢啲説話咧，即係唔係叫你神啊諗啊？哇！嗰恨我啊，呢個披戴塵蔽個，而係即係等我哋知道，其實令到人慚愧嘅人、傷害嘅人，呢啲傷害咧，啲話其實都落在耶穌身上。咁我哋就唔好咁介意。其實當佢傷害基督徒嘅時候，佢就係得罪基督啊嘛，得罪基督徒嘅就係得罪基督。咁其實嗰啲人係唔好受嘅，所以我哋反而為佢祈禱。佢得罪我，我唔好咁介意佢得罪我地方，反而為佢祈禱，因為佢更加慘啊！因為我曾經試過俾人呃，周時都有噶啦，即係唔係周時都有，即係內地有。咁咧，我譬如嗰啲唔係呃，嗰啲唔係話俾我俾錢嗰陣，係佢講佢淒涼啊，咁我就俾咗錢佢幫。點樣即刻翻轉頭，咦？佢又走去又問第二個人喎，即係我幫完佢，佢仲揾第二個，即係佢係其實職業嘅乞兒。但我心裏面就係諗，哇！其實嗰個人好慘，因為佢咧。佢咁樣用呢個方法，咁咧亦都佢咧，佢又唔知道佢係失咗一個牧師，因神就追討嘅時候咧，真係好嚴重啊！神憐憫佢啦，叫佢悔改信耶穌，等佢唔好咁慘嘅審判啊！即係求神憐憫佢。即係我反而我唔覺得，即係其實我失咗啲錢又算乜嘢咧？即係神又俾翻我嘅，神成日都會俾翻我嘅。咁我哋成日都相信神係俾翻我哋嘅，所以有人攞咗我啲錢，呃咗啲錢，唔使咁介意嘅。即係呢啲嘢都係身外物嚟嘅啫，真係身外物。因為神俾你嘅生命，你祝福人，神就一定祝福你嘅。耶利米書十五章廿一節，我必搭救你脱離惡人的手，救贖你脱離強暴人的手。神會拯救我哋嘅，有人傷害我哋嘅，神會拯救我哋。撒加利亞書二章八節，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。即係有人傷害你，就係好似摸神嘅眼中嘅瞳仁。有冇人敢摸眼老虎眼啊？老虎喺度嘅時候，你伸手摸下佢嘅眼，睇有咩後果。我真係冇人會咁摸神嘅眼，即係摸神嘅眼更加嚴重啊！即係任何人傷害我哋，其實佢嘅後果好嚴重。所以我哋咧要保護嗰啲傷害我哋嘅人，神啊保護佢哋，神憐憫佢哋，佢傷害我咧，佢摸咗呢個神嘅眼，哇，好嚴重啊！我哋要祝福佢，求主恩待佢，即係恆久嘅。唔好受人嘅傷害，決意唔好受人傷害，知道自己嘅感覺去處理。約翰福音十九章十一節，耶穌話對比拉多話：如果唔係從上頭賜給你嘅，比拉多，你就毫無權柄辦我啊！即係我哋深信掌權嗰係神，人唔會真係傷害到我嘅，甚至
你在侍奉的岗位，你在上的人不太接纳你，这个人都不是掌管你的侍奉 的机会的。但我都会这样说，信服掌权的，包括在教会里面的领袖。但是有时有些说话令到你，即是如果万一假设如果他令到你有些不舒服的，你都祝福他，你呢就不要觉得啊，咁就惨啦！我以后冇晒侍奉机会。当你忠心，神一定为你开路，为你开路嗰系神。但我哋自己唔好犯罪而破坏嘅机会，尤其人际嘅问题啊。因为喺侍奉上，如果我哋人际问题有问题咧，自然我哋侍奉嘅路就会封噶啦。咁你求主帮助我哋，时时有谦卑。咁你做错点咧？好简单，认错得噶啦。你做错唔紧要嘅，系愿意认错。诗篇廿五篇第三节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呢句说话咧，对我好大鼓励。等候啊，即係當然包括遵從啦，即係你等候神，讓神去帶領你，你唔會羞愧嘅，你嘅下場唔會羞愧嘅。即係有時人我哋好怕，我哋嘅下場好慘啊，我哋結果咧好慘。但係你我哋依靠等候耶和華嘅咧，必不至於羞愧嘅，就係神咧必然祝福我哋嘅。咁下面嗰度講到就係幫助我哋同嗰啲難於相處嘅人咧嘅時候，我哋有啲咩心態？馬太五章九節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即是成日都使人和睦，成日都令人開心，成日都想起有什麼小禮物，有什麼說話可以說，寫什麼卡去令到人更加和好，去幫助人和好，不要挑起任何的東西。當你聽到某人說某人的事，你為他祈禱，你都勸勉他，不要將這些說話傳開，你自己又不要傳開，因為傳開就造成很大的破壞，在教會裡面很大的破壞，因為我們太多口了。同拜完之後去飲茶嗰陣咧，就好多好多啲睇到今日嘅嘢，見到啲人啊，佢有乜嘢？因為有時基督徒好容易講啊，唉，佢敬拜都唔係敬拜嘅，佢喺度唔知做乜嘢，佢侍奉都冇預備好嘅，即係呢批評嘅説話喺飲茶嘅時候講出嚟，就好大嘅傷害。即係每一個人有佢要交賬嘅地方，如果佢有錯，你去勸勉佢，佢直接同佢講。如果你真係唔能夠直接同佢講，寫封信俾佢。不要跟人說，不要作弄的，是不是跟別人說，我們即不要將人的問題去說給別人聽，這個是減少很多問題的，真的呢，你人生以後呢你會好很多的，你就記得、我一說的說話是不是說人閒話呢，記得凡人所說的閒話在審判的時候要去供出來，所以我們就聽人說閒話都勸勉他這個人說的話，但是他勸勉的時候都不要指責他，令到他你傷害人啊，你這樣說閒話不好啊，即是你用一個很柔和的方法，那我們知道他的問題，我都為祈禱啦，都不要將這事說開去是傷害他的，即是我們任何時候說的話要想著，如果人站在門旁邊聽到你都沒問題，那你就說就 OK 了，即是正面的分享 OK 喎、即係譬如話，哇佢好投入敬拜啊，哇佢領敬拜好啊，佢講到好投入啊，呢啲絕對冇問題嘅，講呢啲即係佢聽到佢好歡喜啊，係咪？咁咧呢正面嘅好，但係咧凡係佢聽到會唔開心咧，你就唔好講啦，就直接同佢講。好啦，咁啊馬太五章十六節，你們的光也當照人照在人前，就係我哋咧，我哋每一樣嘅好行為照在人前，人就睇我哋個好行為咧，就將榮耀歸俾天上嘅父，即係話。哇！基督徒原來咁美善嘅，其實你想象下，如果基督徒好多都係咁美善、咁和蔼可親、咁有愛心嘅，你諗下係咪人對於基督徒嘅觀感係好唔同啊？但係因為就係太多基督徒太過用一個律法主義啊，即係淨係話俾人聽你咩唔好咩唔好，好嚴厲嘅時候咧，結果咧個後果唔係好嘅。所以我哋要用愛心說誠實話，係咪？聖經都講明啊，用愛心唔好傷害人嘅。不要用刀刺人，聖經有講你刀刺人，講唔到前書十七章十四節，因為有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，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。咁呢度講到就係我哋自己咧，我哋嘅生命嘅好嘅影響就將佢改變啦，即係將佢改變過嚟，去拯救佢，改變家庭嘅氣氛。我哋就用耐性。咁你話真係好難啊！你話翻教會愛弟兄姊妹容易。同弟兄姊妹分享容易，翻去同丈夫或者妻子佢唔好嘅時候，好難好難，呢個係真嘅。但越難就越神越喜歡，你記實呢樣嘢啦。你越難你就冇話難啦，好難做啊，好難做啊。我家庭嘅困難好難，係真係好難。但你喺呢事上得勝，你就能夠喺所有事上得勝。喺我第一個太太離世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係真係好多好多事咧係處理翻。我覺得呢個時候就是一個即係神祝福的時候，
即係我哋都將好多嘅心裏話講出嚟。